来个壮壮的大的，你别扯了，鱼都吓跑了。我再撒点食，来了来了，都过来了。不能着急，看网子，渔网炸。哇，那两条鲤鱼，鲤鱼不好吃，我要吃会飞。扔了。再来，我盯着那条嘴大的贵宾呢，就是不好捞。 哇，这条大是清蒸还是红烧？就是个馋嘴吗？走，回家不吃了它。这么多遇到都是我的就好了，红烧、清蒸、烤它，我换着吃。咱们家也就你爱吃鱼。哎，我就想吃麻辣鱼了。你咋是个尿泡转呀？想吃咱就做。我去收拾鱼，要菜园子八点小白菜。好嘞，等会做辣点啊。吃那么辣干啥了？意思意思就行了嘛。 麻辣鱼，麻辣鱼，不辣有啥吃的呢？好，都听你的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。 谁家吃饭就洗脸盆了吗？肉啥吃能吃饱就行了嘛。嗯，鱼肉还新鲜的啊。你就给我这一点点米饭啊。不是你说要减肥的吗？我少盛一点。嗯，不行，太辣了，我得加点米饭。你能瘦下去，佩奇也能瘦下去，那不行。